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棒棒棒。这个一个外国大学的一个外校长附近的一个3楼的房子的，哇，这房子没有开灯，可是这么亮亮，真开灯吧？呀，房子很亮，一边朝南朝西的阳光，房子真的很亮亮的，衣柜超级好的衣柜。这衣柜很大呢，衣柜，哦，新装修，就看一下空调、洗衣机、书桌、水车、电磁炉灶啊，这个房子格式非常好呢。哦，可以，然后一个冰箱、微波炉，房子这样进来的格式很好。要庭院很好的，还有这里有一个密码锁，有庭院挺好的，这里的庭院。这卫生间进去看一下，卫生间的小窗口嘛，还有一个马桶、洗脸台，卫生间挺好的，都是很干净。哇，鞋柜，全世界最好的、最大的鞋柜，呀，鞋柜很大，鞋柜很大，房型就挺不错的，这样门这样进来。这个是一个卫生间区，这样进来就厨房区，格式房子可是超级好，哇，这样进来，是吧？房子门这样进来了以后，看吧，这里有一个卫生间区、玄关区，有鞋柜在这里，那房子是这里，这样翻开就是房子，房子很亮亮，很亮。这，我是金公公。